今天是最后 last two day 这样 ，OK， 所以今天呢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。那么首先呢，安排了这首旧曲新唱，因为我们今天有要求，我们一定要唱一些大家熟悉的歌，但是又有一个不一样的曲风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听。所以呢，今天的歌应该都会偏快一点。我的老师看一下歌单，又是快的这样。OK， 所以今天安排一点快快的歌来给大家听哈，因为平时都会唱比较慢慢这样，所以我们最后第二天我们来一点欢乐的气氛给大家。好，来送上这首《爱你一万年》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恩琪安排这首歌，也是一首很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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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歌，但是是一首经典的歌。来，我来唱一个比较轻快的版本给大家听，来送上这首《千言万语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知道
家，谢谢您的掌声，也谢谢我们的大哥送上来的红包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哥昂包，谢谢。好，来送上这首千言万语的那么接下来呢恩琪要安排下一首歌，刚刚唱了两首华语歌，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唱Hokkien 歌，然后很少唱，然后这个版本更少唱 ，OK， 来送给大家，但是希望大家来听点不一样的 ，OK， 来送上这首歌曲，一首经典的 Hokkien 歌，一首爱你无条件，送给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，谢谢。感动你爱我，你是才